39岁的伊能静也是气质不减，她一直给人优雅甜美的知性美女气息，看她一身化衬衫搭配破洞风牛仔裤，也真是不服老。49岁穿得像19岁少女一样，网友还调侃花衬衫应该挺贵的，简单的穿搭也能清新有减龄，而且十分的时尚潮流。宽松的印花衬衫看上去很清凉，紧身的长款牛仔裤也是显瘦显腿长，再搭配红色鸭舌帽和标配太阳镜，时尚有范，完全看不出像是49岁的年龄。虽说一身很简单的穿搭，细看也是不简单，腰间的挂包是 LV 的，足够有档次了，再看脚上的单鞋都是 LV 的，而衬衣上的印花更是有点像钞票上面的数字，刚好也是带粉红色的，难怪网友调侃花衬衫应该挺贵。伊能静的穿衣搭配还是很时尚的，不管是这样的私服还是礼服正装，穿裙装的她总是那么的优雅性感，这种粉色的薄纱长裙也是穿的优雅大方，长款的裙子完美的凸显了苗条的身姿，精致的妆容加上披肩大卷发也是性感迷人。这种妈妈级别的印花连衣裙，伊能静也能穿得这么清新减龄，不得不说身材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短款的裙子不能展现了优美的身材曲线，大长腿也是秀得淋漓尽致，露背款的连衣裙伊能静也是能轻松驾驭，气质还丝毫不输。薄纱款的裙子够性感撩人，加上大露背的设计更是给人惊喜。